台湾社，过去拢讲台湾社，那是足俗的物件。因为台湾拢爱特别强调一个讲，美乐台湾，这是本地做的台湾做的。即、这个台湾价值，搁摆伫即个过程中咧找出迄个价值。啊，咱台湾原来迄个价值，是国民党六十党的统治吼，拢去破坏。啊，即、这个破坏伫就是讲对人性的破坏，对人文的破坏。因为咧注重人文无，有啦。迄、这个人文就是讲吼，各县市爱去起迄个文化中心。哦，你看台各县市、各乡镇拢有起文化中心。啊，文化中心起好，要做做啥物？一间比一间搁较好。哦，做爸妈馆。哦，文化中心变成文史馆，吼，拢共款文吼。啊，结果是咧，互人去遐体验心灵迄个丰富，啊是看见迄、那个爸妈去遐在观望，因为无内涵。刚好有迄个空隙，所以咱规个台湾的情况到今仔日那个环境，台湾调得对党，台湾对本身会感觉讲啊无效啊，啊啥物无可能啊，哦，像拄则讲啊靠选举嘛无可能，诶，去年的选举阁予咱看到有一个愿望，啊，其实遮拢是咱伫迄个过程中。一直搁重建台湾人迄个心灵的迄个价值观，啊，迄个对台湾这个土地的迄个认同，啊，加迄个疼，因为伫国民党统治的六十党内底吼，我含我的母语都袂当讲，吼，我读国校的国中的时，初中的时阵爱穿制服，啊，读到迄个。国中也是头壳剃光光嘛，查某也免剃嘛，就是要加到，哎，西瓜皮，哦，剃了西瓜，哈，那就剃一个西瓜皮，啊，剃了袂使拖到耳仔了，啊，到官拢啊，伫遐甲举高刀伫遐咧斩你，吼，讲啊，你的耳仔拖到遮，我吼，来加过，啊，查甫上简单就如何光光，所以，国中、高中到做兵拢，我的头毛拢歪脱出来。哈哈哈！哈，就拢爱剃光光嘛，啊，就是统一啦。以前吼，唔是即卖咧画统一啦，以前阮统统一，吼，就规个看起拢光头的，啊，拢制服，吼，拢统一，啊，唔免家己有思想，你拢袂开始想你人生的问题，想讲你的前途的问题，伊拢家己决定好好啊。就是我咧读书，啊，国校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啊，找一个工作。啊，工作拢卖去问我的人生的意义、人生的目标是倒位，这拢袂使嘛。哦，我细汉拢教啥物？教讲囡仔人讲耳无嘴，我一想拢无啦，靠耳啊无嘴，我都有嘴。啊，靠囡仔人耳无嘴，是安怎？会使听袂使讲。所以吼、哦，我教英国读册时，我足痛苦的，因为。我要问，我煞唔敢讲，唔敢问啦，啊，唔知要安怎问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问题唔知要安怎问，大家好，发表问题，啊，老师讲课吼，我伫想讲，哇，英国老师拍遮好，啊，甲台湾老师差遐济，伊教二十分，啊，四十分就拢要互你讨论，互你问，啊，去到遐我煞袂晓问，啊，因为都有耳咧，啊，无嘴咧，啊，迄、那个嘴煞袂晓去思考。哦，即个种种即个问题，拢是甲人性、甲人文有关系。所以伫即个过程中，啊，伫迄、那个即讲着人文，其实就是讲着人甲人的关系，人甲自然的关系，人甲神的关系，甚至人甲家己的关系。我伫遐上课时去修一门课，想讲啊，足好得十分的吼。迄门课是我是啥物人？我是谁？我一样。我一学期吼，想讲我这门课足好修的，啊，足好得学分的。结果修两礼拜以后吼，愈修愈紧张。老师逐课、逐阵吼，拢逐礼拜一点钟嘛，逐阵拢分一张纸互你写，你啊写甜甜，讲我是啥物人啊？啊，写两三句就写袂落啊。啊，其实。这是咱的一生拢爱去问的。啊，第二个讲，
我伫倒位，我伫创啥物？得互你确定你本身的迄、那个position， 你伫对，啊，你的角色，啊，你要行人生的方向，你的目标，啊，探讨生甲死的问题，啊，甲这个关系问题。所以，其实伫圣经内底讲到迄个沙龙吼，基督徒是讲啊，拄着讲平安，啊，平安毋是吼。啊，惊一个平安的讲，甲你握手讲平安吼，其实无遐简单。平安是一个迄个关系，一个建立。啊，这个关系，我甲你用你的心灵，真单纯的迄个心灵，啊，去甲人甲人建立迄个信心，的一个互动。啊，咱的教育拢教人就爱讲白话啦，啊，用中华民国。这有存在无？都无，无咧。啊，结果我就爱摕一个中华民国护照咧。哦，我摕一本护照吼。啊，我同解释袂清。两年前我为遮去川里打，啊，伫遐入去以后，咱的美人无问题，我会保证。一出来煞出了问题，因为刚去搬飞机吼，我两个黄种人。一个是摕迄个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， 伊安徽啦，我摕迄个 Republic of China， 青皮啦，爱讲我一本假啦，啊，就无爱我登机啊，伊讲你这方面假啊，我内底足侪签证嘛，美国，加拿大签证，我了要登要去加拿大，甲访问了要登台湾，爱讲你这本是假，啊，伊要哪证明真诶？我讲真诶哦，我即个为台湾来，啊，即个敢若无批破尔，哦，中国迄个批破啊，我即无批破，啊，伊讲伊听无啦，听无，我讲即个台湾，我袂晓了要点钟，啊，到飞机慢二十分钟，啊，最后不得不落去，我咧想讲，我是啥物啊？我伫倒位？对台湾人今仔日所碰到的一个问题，这个我甲咱的前途有关系。台湾实是一个真水的国家，你会当看样小小的一个岛屿，2300万人住伫遐，即个世界的贸易，咱排第八位的，咱的外汇。第四位的，第一位中国啦。啊，咱若甲中国的513亿人口，甲咱2300万比起来，实在是世界第一位的。台湾遮尔小的岛屿，有会鸟食的种类，含澳洲比起来，咱阁低一丝丝啦。澳洲遐一个国家吼，迄个鸟食，台湾的迄个鸟啊，乌蝶叫做乌蝶王国，啊，鸟啊王国，水。台湾上水的是一个多元的文化，伫遐有14个族群，所以今仔教会吼有1222间的教会在台湾，啊，到今年已经144栋的历史，所以经过清朝、经过日本、经过国民党到现在，还阁用一礼拜用18种的语言，啊，伫遐咧讲道，伫做礼拜。这么多元的文化，这么丰富的文化，若不是建立对这个土地的认同，对这个自然界 的认同，还是说对人跟人的那个认同，说我因为认同这个土地，认同这些人，所以我都是台湾人，我们叫说他收到骨灰也变台湾人，大家也如果他带领也很麻烦哦，我一直咧思考这个问题。伊若讲烧到骨灰，啊，要搁带到台湾吼，是安那麻烦，你敢知影？爱像迄个台客的迄个蒋介石的墓啦吼，啊，搁蒋介石的墓，24点钟拢爱人伫遐甲顾啊，啊，搁爱开偌济税金去啊，所以吼。这拢问题，啊，变后该停起来，但是搁开放啊，吼、哦，因为
包括永靖庙啊，伫遐阁开始吼哦，啊是来上可能就是迄人讲臭头啊，吼、哦、啊过去伊爱感谢变啊，因为甲遐个迄个东乡拢甲收集伫台溪，啊即摆台溪变一个叫做蒋介石个东乡宫，啊无迄四界拢互放鸟屎。